热死我了。大家好，我小宁，把地太热了，不扒了，回家做饭去，用那个豌豆啊做咸稀饭喝。啥内热现在？都是热的，很热。我过来那块今个有雨的。淋的雨。淋的雨，这可下啥来了？下火呀！因为这热的要死。过几天要高温了。有吗？嗯，到热的时候来。辛苦了。不辛苦，应该的。给他们多吃点饭。嗯。来，刘浩，给你那个二爸拿两根粑粑热。谢谢。那豌豆放的多。这是俺嫂子种的小茴香，然后掐着下饭，还挺有味儿的。这是一种调料。嗯。这两天腿疼，站不起来了。上面还有虫子的，这菜叶子。有虫吗？不好受。打的药叶子，凉。我一天不敢吃，不敢吃。里边都是虫。倒细粉。你看吧，虫了都不要倒里面了啊。不要弄得太稠。我脸上头这个颜色好看一点，盐和鸡精。放点山楂。搁点香油。看着都好吃。这麻辣可是咱家特产。我今天晚上都吃一盆就行了。好，妈给弄个大盆鸡。你放，哎，我买点刀筷子刀。烫头，你有个。啊，经常都吃菜啊。咱自己腌的扇鳗子，大扇鳗子，又嫩又辣。就这样才好吃。猛哥弄一点麦。好，自己腌的还干净，还好吃。今年俺们买过来，没问多少钱呢。咋不完嘞？不好看。